各位网友，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亭子，亭，哪个亭子呢？因为亭子很多，我写出，用楷书写出这个亭子来，大家看一看。这个字按照规范来说呀，它不应该是这样写，它应该是上边写一个口字，应该是这样。
注意再看一下，是这样，我写慢一点，是这样，或者底下长一点，这都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一定要注意到上边这个弧度是小的，这是个很技巧的地方。如果上面写大了，比如说写这个亭字，上面写完这个，这写成这样，这个字就很难看了，所以一定注意。另外类似这种点画，比如说我前面说过这德字啊，就是得到的得，草书，这笔过来之后上面是个小的，下面是这样的。如果你写完这笔之后你写成这么大一个，这就错的，这是。但是写不好草书的人都往往有这个问题的出现，就是拐不好这个小转折，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。有关亭字的这个字的楷星草的写法就暂时介绍到这里。